是 Albert Out， 你好啊。啊我们今天呢欧瑞强相识五十年又来了。可能你相识四十年，可能三十年，可能甚至乎三年，没问题。因为这五十年是我在香港没有去到外国居住，从来没有移过民。在香港长大，同大家一起成长，所以我们很多集体回忆不是只是我的事，而是我的经历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成长的，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地方长大。因为话说呢，就是以前我唱民歌之前呢很多很多很多事，唱了歌之后呢就很开心啦。中学毕业之后就开始一路唱民歌，成日去演唱会啊等等。从事都是基本上是唱歌，但是未录唱片。夜晚就去啲跑房度唱歌啊，赚取外快啊等等。我觉得好开心嘅。咁但係呢，其实我有一个都几好笑嘅经历嘅。因为以前呢啲年轻人呢多数都会有一个同样嘅感觉，可能係屋企唔係压力，係屋企由细到大呢，即係屋企又好，亲戚又好呢，佢哋会俾一个印象呢，就係男仔你能够读书叻最好啦，读完书叻咧，你能够做一啲专业嘅职业咧，大家就好开心嘅，就引以为荣。譬如做医生啦，我争啲系 Doctor Albert O 嘅，争啲啫吓。咁啊，点解咧？因为嗰阵咧，有一年咧，我有机会咧就报读咗菲律宾嘅牙医大学，竟然收咗我，一切准备就绪。准备成为 Doctor O， 咁啊谂住要远赴菲律宾咧去读嘅，都唔止四年噶啦。四年之后咧有好多年，起码七八年咧先至毕业。咁啊好似决定晒噶咯，连学费都交咗，唔系讲笑，系真嘅。我亦都飞过去咧菲律宾嗰度体验下啲生活。咁啊我当然有啲 friend 喺度啦，佢哋都系准牙医嚟噶啦。咁如果真係成事都幾好笑啊，以后你见亲我呢，我唔係听我唱歌，而係话哎你擘大个口睇下，睇下你有冇烂牙先。都幾好笑。咁但係呢当然后来就冇成事啦。点解唔成事呢？咁就即係好多原因嘅，好多好多原因加埋。咁臨去即係读书之前呢已经准备晒執好晒嘢。嗰一个礼拜咧，我就无端端好似好成熟咁样，突然间猛嗰度自己问自己，猛喺度谂：你究竟中意音乐啊？定系中意做医生咧？因为做医生你知噶啦，嗰边咧就好多家长，哇，好开心，大家啲亲戚朋友都好开心，哇，好啊，你读医啊，有时变成医生啦咁。咁但系咧，我自己又谂咧，就我其实系真系中意音乐，因为做医生唔系咁容易。尤其是我读书咧，都唔系叻嗰啲，咁啊嗰下可能一个过程当中都好艰苦。咁第二样嘢咧就考虑咧，我由中三开始咧已经系习惯咗一样嘢，就系自给自足，自己搵钱，自己交学费，自己生活。咁如果读牙医咧，咁我一样要解决呢样嘢咧，我唔想屋企个负担太大。即系虽然咧，我妈妈已经肯受话，诶，等下我哋会供到你，即系读完为止。你知啦，读医咧好多钱。第二咧就个生活费都好紧要，因为你完全唔可以即系半工读噶嘛。咁我就试下真系系唔可以半工读咧。咁我喺菲律宾即系入学之前考察，我好记得咧就同几个 friend 啦，咁佢哋喺度读紧书嘅，就带我去嗰啲唱歌嘅地方，因为呢一样嘢咧系我嘅习惯嚟噶嘛。我已经在香港已经做了，我是 professional， 即是我是一个职业的在扒房唱歌的歌手。那我想着，我揸着吉他我都可以找到食啦，不用找很多钱，交到学费生活就 OK 了。那我去到一个 pub 这样的地方，一个即是走廊来的，那很多人在那里喝酒啊这样，然后呢又有一个人好像我以前这样在 Captain's Table 这样揸着吉他在唱歌。其实他唱我见不到他的样子，我初初以为咦点解呢个人唱歌咁厉害？咁系咪播紧唱片啊？我以为佢播紧 Don McLean 嘅唱片，有一把声音咧弹住吉他嘅，仲要唱紧 Don McLean 嗰啲歌，系非常之似佢嘅，似到好。你知道菲律宾人真系好叻嘅唱歌，同埋扮即系某一个歌星唱歌咧，神似不得已，直情你骤耳听落去咧，以为系播紧唱片。
咁我就哇，好诧异啦！点解啲人唱歌咁叻咧？咁都唔系一个好贵嘅地方。咁跟住咧，我就问下，大约打探话，究竟佢赚到几多钱啊？咁样可唔可以即供我自己读书生活？一问之下咧，就吓亲，因为真系好低啊，啲薪水好低。咁啊，一计就已经知啦，冇可能可以维持到我嘅生活同埋学费。咁所以。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样。咁当然呢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不是好想屋企供我读咁多年，我要计过起码要七年时间呢是完全不断咁供我。我觉得即是有少少唔好意思。於是乎呢我后来再深思熟虑不断咁样 back and forth 喺度諗呢就决定唔做医生啦。因为我真係冇资格做，就留喺香港呢就发展自己的音乐的梦想啦，一路唱歌亦都已经有职业啦，夜晚又唱歌，晏昼就教吉他，收入都好唔错，唔系讲收入，而系自己的梦想咧得以实现。所以我跟住而家去唱呢只歌咧，好有意思，因为呢只歌咧原装正版咧系真系因为 Don McLean。点解咧？因为 Don McLean 未成名之前咧，亦都系好似我头先讲咧喺啲地方度唱歌表演嘅。话说咧，就有一个创作嘅女歌手咧，就无意中就听到佢唱歌，一听之下咧就傻咗，因为佢唱嘅内容啊，佢嘅感情啊，就好似咧刉正佢嘅心，刚将佢嘅心事唱晒出嚟。咁后来咧就将呢种感觉咧写低喺个纸巾嗰度咧，喺个餐巾嗰度写低，拎翻去studio 嗰度咧同个监制倾，于是乎就创作咗呢只歌出嚟。嗰只歌咧就叫做我听佢唱歌。佢就真係殺死咗我，好温柔地殺死我，一首名曲嚟嘅，大家都一定会听过。咁呢只歌咧，后来咧就唔係由 Don McLean 唱，因为係讲 Don McLean。咁呢个女仔个版本都冇流行，但係后来 Roberta Flack 啊，好多人无数咁多大歌手都翻唱呢只歌，就係叫做哇，佢温柔地殺死咗我。其实因为当年喺菲律宾，我听到一个同 Don McLean 一样声嘅歌手。唱了这首歌杀死了我，令我打消了学医的念头，就是这首叫做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I heard he sang a good song, I heard he had a style, and so I came to see him to listen for a whileAnd there he was, this young boy, a stranger to my eyes, strumming my pain with his fingers,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te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is words.Killing me softly with a song,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